二弟会做饭。哎呀，饭做得好呢。以前开过饭店，做过厨师，当过兵，上过岗，捞过鱼，撒过网，大生意做过，小买卖也做过。二弟，这沈阳，搁那个抚顺都开过买卖。干啥嘛？整那啥是排骨。排骨炖菜。排骨多少斤？这个没有那个拉横条了，这16。啊，就是带肋条就会是不？带肋条18。嗯，猪肉涨，猪肉涨价了这两天。你说没接啊这个？这个是鸡头、鸡翅，嗯，酱鸡头、鸡翅，整的挺明白。吊一下这个水。对，淘一下，要不那怎么办？有血水了。血水的。太多了，受不了这些。哎，到哪里了？太多，太多了。哎，得了。这工资便宜啊，这工资16，马上涨价，去年他妈30多。嗯，去年大骨头、排骨都三十二、三十四。来一趟要二弟破费了啊！哎呀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！乐完了，乐完，你得高兴，你不高兴不行啊！我还有俩没到呢，马上到。还有俩。我给朋友们说一说我跟我二弟是怎么认识的啊。我二弟他家住这个村子，嗯，叫白石沟。对，小名叫白石沟，大名叫保定坟。保定坟，我大姨家也在这个村子住。我亲大姨家就是我妈的亲姐家。我从小时候老过来玩嘞，就是我俩就这么认识的。但是他那工资比较小，都是十来岁前儿啊，嗯，十来岁前儿，哪十来岁儿，六七岁吧。一放假了，我就经常乐意上我大姨家来串门来，完事我俩的年纪都相仿啊，我俩经常在一起玩，这是长大以后很多年都没接触了，是不？今年春天前我们做买卖完事又接触上了，接触上了，现在就是走得非常非常近，老在一起生活嘛啥的，还是从小前还有这个感情，所以现在处的关系非常非常好。说到这，可能有的朋友就会有个疑问，说你上这个村子来，为什么没去你大姨家去吃饭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大姨和我大姨夫都去世了，我哥哥。大姨家有个哥哥和姐姐，姐姐出嫁了，哥哥去沈阳定居了，现在哥哥在沈阳呢，所以我在这个村子已经没有亲戚了哈。哎，说到这会儿挺感触的，从小来丁家在我大姨家玩耍，因为我大姨对我非常非常好，我妈就这一个姐姐，从小前对我的感情也是非常好，那个来前丁家给我买吃的呀，我买玩的呀，所以我小时候一放假经常愿意到他们这个村子来过来串门来。小前年龄小嘛，就喜欢吃喜欢玩，一到放假的时候，完事我大姨就我大姨夫骑车骑摩托车，先头是骑自行车，后来又买摩托车，就骑摩托车去我家就给我接来。大姨家的位置就在前面，离我这个朋友家不远，能有100米吧。人家现在那个房子已经没人住了，但是还没卖呢。大哥有时候回来，有时候不回来。我大哥也经常跟我一起出门，就是我以前的视频也录过他哈。看看这个就是我大姨家的房子，真的，一看见这房子，心里非常非常有感触。我大姨。走10多年了，走的比较突然，脑出血走的。小时候来，我就住在这个小屋里头，他家也是东西屋的。现在这是大屋，旁边还有个厢房。我大哥也不怎么回来了。后面园子非常非常大的，
原来这边有个果树，房后面果没好钱，定价偷吃。我大姨定价说等好了再吃，等好了再吃。哎，一转眼就是物是人非了。哎，不说这些伤心事了啊，我去看看我二弟饭煮好没。上大姨家那去看看去了。他那边啊？嗯。那房子大姐收拾挺好的。嗯。里头你上里头看呗。门锁着呢。我瞅啥去了？哎，一去一瞅他家那院儿，心里都不得劲儿。你能得劲儿？你咋这都不，你大哥去都不得劲儿。嗯。啥呀？那给我酸菜炖排骨。酸菜这玩意儿，我开水烫的，要不它酸。行事儿，还会做饭呢。哎、妈岁数大了，要不让我妈住了。能动弹就你干点儿啊。嗯。那我在家了。这一盆子满满一盆子吃不了啊。哎呀，啥也行。再来个右炒白片啊。你说咱那个东北男人怎么都会做饭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东北现在那个女性地位那是相当的高。你我大哥也会做饭哈、哎，他家我大哥做哈。大哥饭做挺好，这要是大哥在这根本用不着我。嗯，我大哥也做了哈、嗯。我也会做饭。那我跟我哥韩国六七年，基本上不都自己做饭吗？二弟也会做饭。那我那些朋友也是，个个都会做饭，没有一个说拿过的菜不会炒的，饭不会蒸的，基本上没有。东北男人也挺邪乎也。哎呀，老邪乎了。没啥，我这有食欲，相当哇塞，又都给他烤脱骨。我来一碗，你跟那谁俩，那俩一去，你过来得了呗，就他喝啥，回家了，中午见我，这啥的，来来，嗯。快点，自己啥玩意儿？叫个菜叶，搁啥了？我二弟的手艺，行，相当棒。饭做的，行，你有一份没？有一份没？行。这有呢。啊，这怎么是饺子酱上的呢？黄酱。啊。够了，昨天给的。看这个。哦，这玩意儿啊。这大青铜的。这里没有神仙，这是虫子，这是虫子，没变呢。神仙是那个尾巴是那个那什么的尖儿，完了脑瓜是那什么样啊？金毛的那种名儿，好吃啊、哦。西方有卖的神仙，全是神仙，别玩了。金毛，高蛋白。神仙咋的？完事以后就，是吧？搞的谁了？直接搞凉水拿上。